这个是这么转的就行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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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但是你要快，你要快，对，不是这么，对，直接就不是，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子的，直接就要转这个网，直接就是这么转这个网。但是没行了。有行有行有行。之前我还转的挺好的，现在都不太会转了。我来转下面的。好。哇，好多！你看这样就越来越大，对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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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厉害了你！粘稠是鼓励型，真的真的好，真的好。现在的那个棉花糖感觉出的比较快，跟刚才刚刚的有点少，所以哦，因为加的少是吧？对。哦。有了有了，有那种棉花丝儿的感觉了。可以了可以了，一个可以了。主要是我刚刚看到它，我就想玩一下。哎，你这次做的比刚刚我那次做的好。嗯。因为刚刚我那次还有好多糖没有干净，你看这次特别特别的干净，是吧？对，嗯，就是小姑娘可以玩这个，小男生的话就可以玩玩别的东西。你要试一下吗，农农？我试一个吧。农农，你这样子全部就结实了，你得轻，对你得轻飘飘的让它来来来，快你就来给我。就这样子在上面，这样子它就全部是丝网了。哦。对，要不然你就全部是糖，对，全是实的那个。来，龙龙。看来这个东西还是女生比较细心，比较好，比较厉害。对，就这样子有形状了。好了，没了没了，没了。给姐姐来一个。姐姐，你要试一个不？你帮我裹一个黄色的。好，那我要看你怎么放糖，就是把它先关上，然后等它转完了以后。 OK， 加热。哦，小心姐，是的，来了。啊，这么快，姐，快快快，姐，姐姐这个形状好均匀啊，它们能裹成一个胖胖的，也蛮需要继续哦。裹出来，蓝色的。哦，快快，快来！好。你待会有的吃吗？我们是要吃简单一点，还是要做饭啊？